我最后再来总结一下这一次的救援行动吧。这一次救援行动只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解救的25人里的其中之一。虽然救援行动充满了曲折，但是最终的结局是好的。而且通过此次救援，也的确让我们知道了远程救援的方法也是可行的，并且的确是可以游泳渡河逃回来。所以想要活下去，只能靠自己坚强的意志。从一开始我们接到求救，到远程指导逃生方案，又到我们抵达美索后，他们说无法出园区，我们以为任务失败，回到曼谷，结果又说可以出园区，我们再通过远程的方式进行了救援，直到泰国警方接到人送到移民局。又在45天后，也就是10月18日，当事人成功的回到了位于广东省的家里。现在在等机票，应该是等登机拿机票。这里我到了，现在跟这个工作人员他带我出去。当事人家属和当事人还有属地公安都向我们表示感谢。这期间也有很多人私信我们，想支持我们的工作或者加入我们，也真的是很感谢。但是目前我们人手充足，暂时不招新人。如果真的想出一份力，可以通过我们橱窗的助力贴纸支持我们。但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如何做好防范意识，不被骗过去比较重要。因为随着我国反诈宣传力度越来越大，人口贩卖已经悄然地成为了园区骗钱的新手段。防范最重要，因为到目前为止救援的人数太多，救援素材需要很长时间去整理，所以可能以后会直接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给大家。这也是我最终想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做一篇可以拿奖的纪录片。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咱们的国家和政府，还有清迈领事馆，哪怕是在半夜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，并且也感谢这一次随行来跟拍的红星新闻的两位记者，真的很勇敢，敢于和我们一起深入到美索进行救援。最后呢，就是我的团队每一位成员都是好样的。最后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。